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1 蜜源机兵构型蟹位置及成就，月亮还没出来。机兵构型蟹的一个隐藏成就啊，我先带大家去开一下这里的锚点啊，来到上方这个传送点啊，传过来，过来之后呢，小地图下方然后在这里有个洞啊，从这个洞直接落下来。不必心急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开一下这个传送锚点。好，接着在你的队伍中准备任意一个纳塔的角色啊，我这边放个卡奇娜啊，你随便放一个带夜魂能力的。然后我们过来做一下这个 BOSS 的隐藏成就啊。徐宇叔，你来了。我们用这个夜魂值的角色，然后打 BOSS 下方这个有个条，看到没有？有个充能条，然后把它打满啊。天动万，是这边的话，再用这个凯斯纳打啊，把这个下面这个条打满。好，接着他会放一个这个柱子一样的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带夜魂值能力的角色上来啊，上来之后呢，把这两个柱子上面的这个东西打了。然后就会有这个成就，这边的话就可以解锁这个隐藏成就，月亮还没出来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